只是个刁蛮无知的小姑娘，现在看来胭脂不是装疯卖傻，到现在都不知谢薇嫡系，也不知她与燕林究竟是否有关系。若她能成为我的裙下之臣，不，万不能有这般可怕的想法。奴才欺负主子的盛情，我的确是第一次察觉。你胡言乱语些什么？这姑娘分明是你府上庶出的小姐，几时成了下人？周一至周四晚间八点，中天娱乐台，宁安如梦。